超级美式复古，真的那种帅气的感觉，很有个性。而且我觉得他的衬衫也短的很好看，对，是短，他不是做长的耶，对，他是做长，然后他又故意做这种虚边，整个就是很有那种美式复古的感觉，我超爱的。然后给大家看，它里面是这种滚边的细肩背，运动背心的感觉，然后背面是长这样，有点小可爱露出来，好，没关系。这样，正常穿是这样，后面是整平的。对，然后衬衫，哦，我真的觉得衬衫超好看，对不对？穿的另外一个颜色，杏色。然后还有这个搭配，直接绑在腰上。是一个造型。对啊。它是两件事，我觉得有不同的穿法都很好看。然后你夏天你出去，你觉得很热，你就可以把它系在腰上。没错，而且因为它是短版的，所以你系在腰上的话，不会很大一块的垂在那边，不会很有负担的感觉。超赞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啊，它这个不是口袋哦，那是什么？那一开始我以为是口袋，我把东西放进去就掉出来，它就是它的造型。哦，是个造型而已。也好像怪异。好独特的造型哦。然后你要把它扣起来。这边就会有两层，做那个折叠的感觉。另外一边也是吗？对，另外一边也是，两边都是。哦，是对称的感觉。对，对称的感觉。那我觉得深蓝色就是很好看，尤其现在这样子帮我脱掉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衬衫是什么料子呢？衬衫是这种薄薄的料，薄薄的，像棉麻的。然后它这里有一点故意做不修边，对，不修边的感觉，蛮透的哎。对，是清透感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做那个虚边就有一种率性的感觉。然后。真的很好看，它这个感觉比较明显，那个就是很像口袋的那个。对，那个口袋的地方比较明显。